乜都要裝嘅，係啊係啊係啊。做曬啲，啲樓梯斜縫有升降。係啊係啊係啊。整佢耐，咁樣。你試鎖都同底啲人。咁樣先係咪？啊，唔係咁容易就可以做得到。Who went to the Order of Ontario? And we have our Honourable Advisor, Mr. Gordon Landon, Regional Council of Town. Today I'm very thankful. Yeah, 好感動。I'm also very touched. 好似阿龍媽媽講。Like Mama Lou said. 即係咁多個傳媒朋友。So many friends from the media here. 咁多個 councilor 喺度。So many councilors here. 咁多嘅社區人士。So many from the community being here. And the parents. 牧師。And the pastors. 將榮耀歸俾神。We like to give all glory to God. 中文都講啦嚇，我希望我哋嘅學生咧都可以聽到。各位傳媒啦，各位顧問團啦。我哋至愛中心嘅董事們、席上嘅嘉賓同埋我哋嘅家長同埋學員，你哋好。2010年係我本人嚟說咧係滿途荊棘。若問如何用語言咧去形容本人在這半年咧所遭遇嘅經歷，即可以說係對本人一個大嘅挑戰，感到無奈，亦都感到無助。不單如此，最痛的是令我們服務的學員和家長同樣地面對種種的驚擊和困惑，將十多年來我們彼此之間共同與學員的心血仿似失掉了。但最細心反思又可以有正面的回響，我們幾經風雨，當我再遇上我們 的學生的時候，我發覺他們真的長大了。他們學習呢，他們會學習面對的困惑，學習處理自己的情感，學習質問原因，點解咁？點解咁？學員之間彼此互相心情的互訴，去證明我們的學員不再是我們心目中的玻璃裡長大的小花小草。他們同樣需要學習去應付處理他自己的情感，分辨是非、真假和爭取抉擇的機會。而我今次遭遇令家長們亦都覺得需要關注接受服務機構的運作，積極參與和爭取他們的表決權。正所謂逆境自強，只要我們有勇氣去面對逆境困難，就會漸漸解決。風雨過後見彩虹，我們將與家長和學員一起探望日後我們互相彼此互勉，共同努力和為未來希望的彩虹而繼續邁進。至愛中心的成立目的是為愛的延續而設，智是為每人均需要用智慧去分辨是非和困惑，學會解決困難和方法。只要我們用逆境自強，我們就會解決，同埋希望我們能夠為將來的彩虹繼續邁進。智愛中心的成立目的是為愛的延續，愛是每個人是需要用智慧去分辨是非困惑，學會解決困難。愛是用愛心去服務人群，愛可以觸動人的心，每人均需要將愛心和人分享，促進互助和和諧。我們將會用這個理念去為我們的學門去設計更多的服務。今年9月20日是我們智愛中心的大日子，我們每一張的台凳、每一個家具和教材的設施都是由零開始，雖然我們花費不少金錢，但當我們再有機會再為這班智障的學生提供服務的時候，我亦感到雀躍和欣悅。智愛中心是一個非牟利的慈善團體、非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由一班熱心的社區公益和社會的知名人士組成，他們是具公信力的，但仍然我們都還在未來還會面對種種的困境和挑戰。我曾經在以前講過，辦一個社會服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沒有政府直接的資助，更難上加難，有如在沙漠中去種花，要應付每一天的營運收支的平衡也不是那麼容易去講得出口出來的。好像我們在沙漠的花朵是為了爭取一分一毫的水分而生存奮鬥，而只是目的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希望在沙漠中增添更多的生命力。
而我們本人希望我們能夠順利找到豐富的水源的綠洲，而為更多的智障人士更有需要的人謀取福利。現在我們智障中心共有21個智障人士接受服務，他們都參加我們以下的服務，就是21歲以上的結構式教育。 好，先啦，先。